大家好，欢迎嚟到 Totally Tomato Studio，我系直彤。咁就今日就嚟玩一个新嘅 Minecraft 嘅地图啦，咁就叫囚体啊。其实相信大家有睇嗰啲 RPG 游戏嗰啲咧，都知道咩囚体噶啦。咁就我直彤，你知我惊噶啦，直彤我就唔会玩嗰啲 RPG 游戏啦。咁就唯有玩 Minecraft 版本，就望到佢冇咁惊啦。咁就呢度就有个掣，咁就重新点啦，好揿咗啦。咁就打斜 spawn point 可以存档，呢个我知。咁就有哇咁多字嘅，开始按钮。好好哇，好多个受伤时系嘅金苹果，受伤时系嘅小宋，点解要食咗小宋？小宋系呢个地图嘅作者，真系。咁咧就首先感谢你玩我第20个作品。咁就好感謝作者願意我授權啦，咁就之類嘅嘢。規則，都係嗰堆啦。請勿使用 Facebook Pong 嘅指令，OK？唔好欺騙 NPC。可以使用 Spawn Pong 嚟保存記錄，即係會死㗎，係咪啊？好啦，阿叶，游戏进行相关嘅规则，请勿走机关嘅死角，呢个嘢啦，请勿杀了囚体。哦，我知点解会死啦，因为个囚体会追住你噶，好惊啊！又系啲恐怖游戏啦，咁就我睇唔到，唔好一直玩机关，5秒先按一次，好，咁就呢个啦，无法提供原始死亡，咩意思啊？我即系嗰个原本 RPG 个结局嚟嘅。好啊好啊，我冇睇过任何原本嘅 RPG 或者 Minecraft 版嘅呢个囚体嘅任何影片啊之类嘅嘢，冇睇过。咁就特别感谢就呢堆人啦，拜小宋就拜个地图作者。咁就请确定斜 game rule 系。Keep inventory 好，game rule keep inventory 系 truth 嘅，之后 do mob spawning 系 false 嘅，game rule mob spawning 系 false 嘅，好得，之后冒险模式系啊，我系冒险模式，咁就可以多人玩噶，不过。多人玩啦，或者我惊得滞嘅话，可能系其他集数会请人陪我玩，咁就唔好，又系唔好殴打囚体啦，无头僵尸，请使用啊，锤子包系啊，锤子包，唔记得转锤子包，系边个咧？啊呢、這个，好登，好得啦，终于捞到啦。哇，系哇，好似好高材质咁啊！应该有64×64，但系之前孤儿院系120嚟噶，咁就系啦，就系咁啦。咁即系有个开始嘅按钮，应该摆喺边呢？开始嘅按钮应该摆喺唔知喎。话说点解我要玩呢只 game 呢？嘅原因系因为有好多人叫我玩咯，好多人叫我玩恐怖地图，系咪摆呢度啊？冇反应喎！我仲以为冇咗添，摆边啊？摆到？摆边啊？摆到？哦，喺远古嘅古代，仲有一个，未得，实施住一个。名为断头之刑嘅残酷处刑方式，喺斩掉头产生怨念，附喺其身体身上，驱使者身体进行移动。佢讲紧咩啊？这女士，OK，木桶破坏了，这是木桶吗？好，好惊啊！系咪会有囚体跟住我噶？边度？开。等先，有冇其他嘢揾呀？惊惊喎，冇喎，好似，哎，好恐怖啊！佢叫我啊，等等先，我斜 spawn point 处一处，
set 个 spawn 点先，系啦，set 喺度啦，不如，好，之后就开始啦，哇，开始啦，咁就，我应该点啊？我又冇任何剧情可以行，我应该点？睇下先，呢嚿咩嚟噶？我知道向前行就有嘢噶啦，啲半线勾。惊惊喎！呢嚿咩嚟噶？呢嚿行咯？咦？行过咗咩啊？哦，维尼塞呢度喺边度啊？赤之魔女，睇嚟感觉到佢存在喎。我本来系计划杀死你，不过太可惜啦，就瞓喺一条山度啦。你要杀咗我？我感觉到呢个监狱相当有强烈嘅邪念，应该话唔使我出手吧。为理财问好，赤之魔女，你凭住你唔知咩察觉气息嘅能力，苟延残喘，残喘乜残喘，下去吧，气息，气息好，系咪要行啊？惊惊喎，我会唔会 miss 咗啲乜嘢嘢噶？请问，好恐怖啊！系咪其实？我有人跟住我噶，应该。我唔知应该点玩嘛，因为我冇睇过佢原本个，我冇睇过佢原本个咩，我系咪应该删咗小地图佢啊？对唔住啊，我唔应该开佢噶。我冇睇过佢个 RPG 喎，我唔知应该点玩啊！就嚟卡死啦，冇事冇事，死唔去死唔去。咁就。嗰啲家伙都唔系人嚟噶，肆意玩弄、折磨囚犯嘅身体，我都差唔多到极限啦。啊，木桶坏掉了，全部都系木桶坏掉了嘅。哇，呢度门几奇怪喎，佢要咁样摆，出翻去先。佢嘅 spawn 点有啲问题，我一 spawn 佢会卡我位，系咪唔太好？呢啲全部都系啲监狱嚟嘅，应该。好啦，我又卡位啦，我又卡死啦。呢个系唔入得嘅，好奇怪佢个门，唔系讲笑，不过唔紧要啦，出翻去，我要 set 个 spawn point 先，我就嚟死啦，唔系讲笑，之后行呢度吗？箱子坏掉了，好，你坏咗，好伤心啊，调查吗？咁呢个系调查啊？做乜啫我？腐烂嘅食物，木桌子已经腐坏了。哦，全部都系坏掉了，好惨啊！好多嘢都坏晒。腐烂嘅食物。OK，调查。喺地下室囚禁住一啲犯人，一律都唔可以软啊，因为呢度嘅，因为咩啊？呢个就系呢度嘅规矩。名义上系取证，说白了就系拷问。我哋对于囚犯、看守长更让我们害怕。点解咁样折磨人，仲可以保持理智呢？好，我可唔可以打斜敲啊？我得翻2格血咋。对唔住，我打斜敲先。啊，冇得打斜敲，心心。系啦，对唔住啊。我唔想因为，我唔想我因为卡墙而死亡。咁就取证室呢度系，咁就冇其他地方去噶啦。好啦，坚持吧。哎哟，木桶坏掉了，又系咁。有个尸体跌咗喺地板上，系咪要调查？哦，呢个就系尸体，OK。红色羊毛系尸体，有好多长枪堆放喺呢度。一个酒瓶，貌似好古老。等我行远啲先。尸体卷曲着，得到咗小钥匙，喺边度嚟噶？小钥匙摆边噶？应该佢冇成日卡我啦，好唔好啊？走路，小钥匙摆边噶啦？应该哇，好恐怖啊！边度机关开咗嘅声音？哇哇，佢唔好啊！唔好啊！
死咗咯！佢头先系个咩啊？气息。如果死亡了，请重新触发机关。如果囚体没死亡，请不要重提触发机关。请将尸体，即系囚体，引入牢房，并在佢出来之前拉下上方嘅牢房拉杆。好，佢讲紧乜啊？我应该行边啊？系咪行呢边啊？唔记得咗咯。等我 set 咗 spawn point 先，唔鬼记得咯。系咪行呢度啊？咦？想重新触发机关啊？睇下先，我再出返去系咪应该？咦？唔啱喎！我应该出返嚟呢度，唔系应该有嚿嘢先啱嘅咩？之后我呢度行唔返入去，我唔应该喺呢度行入去嘅，原来。牢房即系边度啊？我想知道。牢房。哦，呢啲系牢房，系咪啊？引入牢房，并在佢出来之前拉下上方拉杆。好啦，我重新触发嗰个咩咯？我系咪要禁制啊？禁制。入嚟之后禁制。尸体好啦，我要 set spawn point 啦。准备喺边度 set spawn point 呢？喺呢度啦。准备出去啦。好啦，牢房。牢房，入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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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死咗啦，我又。啊！佢两下杀死我，想我点？重新嚟过。请将僵尸引入牢房，并喺佢出来之前拉下。咁样唔得噶喎，我需要神走位噶，咁样应该系。系咪？哦，我要揿咗呢个掣先。揿咗呢个掣先，之后再揿入边个掣，出返去。再出返去，嚟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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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两只嘅喂，哇，搞错啊！好伤心啊！我可唔可以呢个系咪金苹果嚟噶？等我应该食住一个金苹果，咁我系咪会可以冇咁咩啊？冇咁容易死咧？佢有冇讲过金苹果应该几时食喎？系咪几时食都得噶？咁样个金苹果食咗先，哇！我系咪 spawn 咗太多只出嚟啊？对唔住啊，打死你啊！我又死咗啦！佢死咗啦，点啊？又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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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佢咪有筆啊？我又死啦！神走位，喂，俾我入去啊！坏晒，诶，得得得，入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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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搵咗一只咋，另外嗰只咧？哇！好伤心，咁样唔得喎。
我系咪唔应该 spawn 两只出嚟啊？点解佢会有两只出嚟噶？救我啊！竟然系我卡死咗喺个墙度，唔好打我啊！死咗啦！我追两只都死咗啦，之后呢？哎哟，点解嘅？之后呢？我唔系好明应该点玩？呢个系囚体定系咩嚟噶？囚体应该系冇头噶喎，咁即系你系普通嘅zombie 啦，系咪？zombie 你好，唔系好明哦。一出去会点噶？出去啦！咦，出返嚟咯喎！咦，呢个咩嚟噶？咦，呢度唔系我啱啱嗰度？系咪啊？系喎！咦，但系你哦，呢度有得行啊！好恐怖啊！我成日觉得我好混乱玩得，唔系好识玩。好，等我 set 个 spawn point 先。咁难得先过到，哇咩嚟噶呢啲？需要小钥匙才能打开，好，小钥匙摆边，你告诉我摆上面。set 个 spawn point 先，好啦，go，好恐怖啊，行咗上去，set 个 spawn point 先，咁不如我哋今集系咁多先啦，好嘛？我哋玩到呢度，虽然我而家好混乱。唔知应该点玩？喺头先呢个运送僵尸去牢房嘅呢个期间好混乱，我真系觉得，咁我哋下集见啦，我哋第二集见啦，拜拜。